我觉得在台上就已经非常圆满了，不一样，而且这个真的太棒了。这次呢，来，好，刚刚是帮好朋友领奖哦，怎么哭了也这么美啦？而且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来好好聊一下哦，这后坐力很强哎，超强的，我们要不要帮他补一下？他没关系，他就说别。整个泪崩了哈，这个泪崩。我在台上有好多人心想感谢，我看到那个码表在倒数，心里就会非常的慌乱。就谢谢我最重要的爸爸妈妈跟哥哥妹妹，他们在我人生路上，其实所谓的创作路上，其实支持我真的最多。然后我还要谢谢李圣泉老师，然后还想要谢谢一路支持这首歌像干妈一样的君明，张君明这样子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直鼓励我将这首歌发表。因为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安普在14岁的时候写的，然后其实在那个定前年就2-3年前在制作的过程里，定稿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君明陪伴着我这样。我觉得那个今年这一次来参加这个得奖率100%这件事情好开心啊，我就非常的开心啊，就对，所以真的非常虚荣。谢谢大家对这首歌的厚爱，尤其是爱听中文歌的人。然后写歌的时光其实很不容易，然后能够得年度歌曲就代表很多人跟这首歌产生了连结。谢谢大家能够跟这首歌共感，然后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很多人继续走下去。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预购我85岁的自传。对对对。最好的时光哪儿还有啊，后来你在天涯，我珍藏起我曾描绘过的远方，好的还会有吗？我能再见你吗？说出后来才懂要说的话，了解后来才知道想说的话。